等我长大，我挣了钱之后，我帮你一起还。多好的债主啊！你欠了很多钱吗？不是钱，但是也能说是钱。欠了多少？很多吗？怎么说呢？嘉许哥，你先不用着急，你等我长大，我挣了钱之后，我帮你一起还。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不是，其实那些债不是哥哥欠的，所以你不用帮我还。我们桑稚，你以后赚了钱，要给自己买漂亮的裙子穿。是在逞强吗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哥。